タクチ。タクチ。ビジネス。交流会。あ、当番に行かんぼ。大阪。大阪。じゃあ、当番しゃぶろ。大阪。どうも。あ、どうも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然后我的肥皂的名字，肥皂的名字，麦多姆，麦多姆，大阪，麦多姆，大阪。看到那边，看到那边。啊，都是大阪。看到不是近的。啊，都是大阪。干什么呢？有什么？你大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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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妈妈在你把学过的那个日语的五十音现在在检验能够读几个字。我我我我好背地还有一些能够读出来的。能够认得的字咯。阿姨，大姨妈，大姨她，我俩是姨她，我的姨她，啊，啊，不是，不是学校包你们的。嗯。哎，一个班级的，那个是包的，我是不是也去？他以为我他是水手，到全全部都连去了。他是水手，他是水手，那里有水路，他是水手，妈咪美梦，家悠悠，那里有水路，我不通。哦，他跟你旁边用汉字把它标注出来的。是啊，嗯，再读一遍。阿姨不为我，他是谁？他是不可靠。他是谁手？他是谁手？哪里都没有。他是谁手？妈咪没摸，呀，有有。哪里都没有，我哦嗯，啥子啦的？在这里干活。那个老师，你去那给我。那是男老师还是那个女老师了？男老师。哦。他把打印出来给你的。嗯。阿姨问我，他是是谁手？他是是是谁手？他是是谁头？哪里？他是是谁手？妈咪没摸，呀悠呀悠悠，哪里都没有，我不嗯。
你不看过的汉字你都，你要不看汉字都，你就要看他的平假名和片假名都，和你看到过的汉字都，你永远不认得他。他是湖水头，哪里不轮流？啊，我说完了，哪里我还有个在吗？